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。今天我的大宝离家出走了，而且不止他一个，就连其他的同学也在同一天这个时间集体离家出走，他们终于自由了，他们终于破茧成蝶飞走了。我世界什么最美丽，爱情绝对是个奇迹，我明白会有一个心。没有啦，他们是参加了由亚罗亚野华文小学2024年制服团体生活营破茧成蝶 2.0。 你们看他们好像不是来生活营，好像是来度假的。更夸张的是，你看Many hours later.
ของคุณลงออกมาถามว่าเดี๋ยวจะลงไปรดน้ำต้นไม้สักหน่อยก่อนแห้งแล้ว我没有时间看看一下我们的孩子，呵护我们的孩子。今天就把握这个机会，抱抱我们的孩子，跟我们的孩子谈一谈他的心思，谈一谈你们家里的事，谈一谈他所要告诉你的一些事。我就希望爸爸妈妈们利用这个时间抱抱你的孩子和你的孩子。Next morning.
么太难了。